呀，有点大呀，四两都有了呀、嗯。这个头小身体大，头大身体小。还是没跑、这个要咬人，这个半斤都有了，还说没有。这个要咬人。有半斤，赶紧抓，赶紧抓。咬了，这个要咬啊，好，这个咬一下。三只手咬。我三只，哎，咬的。渔夫呢？渔夫呢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呀，可以咬了呀，真咬啊！你让他咬一下。我才不让他咬。别咬我呀！别咬啊！哎呀，咬了。别咬，大哥！别咬！哇，金龙又四倍了。今晚确实没有，就抽了一个金龙。今晚不知道咋回事，以前都好几个的。这官方给我太多金龙了，感觉就不给我金龙了呀。这第五条，感谢乡里靓仔，感谢斌哥。来，后面。来看看大的。我们给总共看一下今晚的收获啊，黑鱼也有，甲鱼也有，山鱼也有，就啥都有，应有尽有，啥品种都有。来，就剩下两条了。这甲鱼，这个漂亮，漂亮啊！